再靠近一点。
图范围了。没有目标。
所有商品都能出价。期待下次光临。是给你最棒的东西。没有目标，我需要目标。标了，小心啊！现在没有目标。我已经超出范围了。
没有目标。没有目标。靠近一点，没有目标。
近一点。我需要目标。
这就是我窥探托加斯的时候见到的地方，普劳德摩尔女士就在附近。这些商品里面有你喜欢的吗？记住，万物皆有价。现在没有目标。这是什么？我看大概又是你的把戏吧，用这位部落勇士的幻象来折磨我。哼，是来帮我的，还是你想看我们打起来？你想让我以为这道传送门就是出口，但其实只会害我在这座诅咒之塔越陷越深。但是除了冒险一试，我还有什么选择？真的是你？没错，我看到你用甬道石逃走了，仿佛已经是好久以前的事了。要是我用传送术配合你的能力来离开渊侯，我就可以彻底摆脱这个地方。除非这一切都是残酷的诡计。
们会勇敢面对任何挑战。贝恩，感谢圣光，你还活着。珍娜，很高兴见到你平安无事。虽然我在复原中，但我得承认，猿猴的恐怖记忆挥之不去。我懂你的意思。有索尔和安杜因的消息吗？我们得回到托加斯，然后……恕我直言，普劳德摩尔女士，你需要好好休养，让猿猴行者去继续寻找其他人吧。你说的对，大领主，我相信你的判断。勇士，我欠你一份情。虽然我们曾经互相敌对，但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。尽全力帮助你。